我们就是为了他而来的。我们点了三碗，都是铜板价哦。佛系爱玉，那这是素的凉面，麻酱口味，这是红烧汤、红烧面。来佛光山真的很佛、哦，高雄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里面有一个双阁楼滴水坊素食餐厅，都是铜板价哦。我们就是为了他而来的。它这边有小菜、点心、主食、饮料，还有汤品。然后价格其实都不贵啦，这种价格其实都不贵。我们点了三碗，安内啦，哎，真的来佛光山真的很佛、哦，佛系爱玉，可以吃爱玉，很香哎，我一直闻到柠檬的味道，也有柠檬，有哈，我平了都当，伊嘿水一定，柠檬当汤哎，没事没事，它的爱玉超级多，来这只脚。这是40还是50？ 50。抗议！有柠檬。对啊，爱玉就是要加柠檬啦，而且要很酸。对，爱玉不加柠檬，它的柠檬是酸酸。你看眼睛。酸酸甜甜。我来。让雅群吃看看。阿呆怕酸。但是你们应该喜欢。好的，刚刚的。柠檬很多，很多、哦，我有闻到很重的柠檬味。我喜欢这种。好，换呆妈，呆妈要讲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，不用钱的都好吃。不是，椰味道，甜甜的也够棒。这种味道，椰柠檬的棒。对呀、啊，宝贝不能吃，我的 baby 不能吃啊、哦。这个有糖。哇，我们阿西只能流口水了，因为有糖他不能吃。那、啊、你的脚是怎样？抗议啊！你的脚是大眼吗？抗议！没得吃，哇！没得吃啊！这阿阿君喜欢这样脚碎碎吃这样。嗯嗯，我不讨厌吃很大口的东西。对、欸、啊，哎，还是脚碎可以。哎呀，脚碎，该然后碎碎靠你哈。抗议！我们点的餐点来啦，这个是素肉燥饭。嗯，啊，素肉燥饭。还有一点点酸菜跟素肉燥，那这是素的凉面，麻酱口味，嗯，这是红烧汤，红烧牛肉，红烧面，红烧面上面还有这个素肉，刀削面的，它里面有这个素肉，还有萝卜，你看这个，这好像香菇头，好吃吗？嘿，香菇头跟素肉，还有番茄，你看番茄的皮。凉面，嗯，凉面的麻酱也很多哎。我们吃看，它确实是麻酱，它那个麻酱啊，吃起来有点苦甜，苦香。哦，甘甜香。嗯，苦甜香。然后它的面，我以为看起来是软软的，吃起来不会 Q， 结果吃起来不错，它还是会 Q 弹。对啊，用看着看起来不会 Q 弹，但是吃起来会 Q 弹。来佛光山吃，他不会偷工减料啦，好对不对？你看我们阿西，刚刚他一直在看外公吃，没有带到他的饼饼出来，都是，然后在水准之上，水准之上，再配个红烧汤，有吗？有吗？有 feel 吗？嗯，十分给七到八。这个是香装饼，一份40元嘛，这样子，看起来真好吃哎。香菇素肉燥饭，好啦好啦。阿呆很饿，你看一二三，他点三种，你在挖腰。它的素肉燥饭爽口的，然后它有加了咸菜，嗯，酸菜，嗯，酸菜，吃起来比较清爽。其实你有吃肉的人吃这个也 OK， 因为它味道够。在这个舒服的环境下，吃着舒服的餐点，看着舒服的阿孙，就是舒服。我点的牛肉红烧面，不是牛肉面，它没有牛肉，它里面有那个素肉，也是有素香菇头，然后它是刀削，还有萝卜，然后我的是刀削面。你看它的面很粗一条哦，宽宽的，这样就是看。嗯，很滋味，
它的面是真的是手工的 Q 弹的面。它的汤我觉得它的红烧做得很棒，嗯，那个萝卜的味道超级进去，它汤头吃得出来，它很用心在熬的，嗯，它真的是熬出来的汤啊，对啊，100%熬出来的。我吃吃看它的素肉，看看长得很像真的肉，对啊，很像真的肉哦，哦，很猪哎，嗯，它猪肉也很好吃哎。就是我们这样吃惯吃肉的人来吃这个酥，其实也还不错，不会觉得说吃不下去。对，然后没有什么负担，很清爽。汉堡，我喜欢这种，嗯，我喜欢里面那个面粉太厚了，在外面吃的蛮香，只差里面没有葱。它油也是素的油，不是它不油哎，它盘子上也没什么，它盘子都没有哎，嗯，吃起来不会腻。我已经吃第二块了，我如果会吃第二块，代表还不错。没有写用餐完毕，要协助把餐具放在旁边的餐车上，这样子吃完要自己收到那个推车上哦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。